Hello，哟，这头发现在好乱呀！嗨，谢谢巧克力。哎呦，我现在这个脖子好难受。啊，早上了吗？怎么就早上好了呢？这大半夜怪吓人的。我还以为你那边是早上。谢谢爱吃可爱多的 LZX 为我送了99个应援棒。今天的酒吧，是我也觉得，我今天酒吧就回到了4年前，就是自己甜妹，那个时候还是甜妹。好久没有这么甜过了，而且是那种发自内心的。可能是因为太久没跳甜舞了，然后就跳了之后就特别的，怎么说呢？兴奋，不由自主的就回到了4年前。谢谢元棒。是，酒吧不是甜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这首歌它不叫酒吧，它叫咖啡店。我从来没想过这首歌还能这样跳，呵呵，原来换个衣服就可以换一个 somewhere。之前那个 somewhere 是酒吧，现在的 somewhere 是咖啡店，下一次可能可以是公园，还可以是某个隐秘的角落，还可以是糖果屋，都可以。哦，吃 Poke，我真的很饿，我那个时候真的老饿了，我后面还偷偷的吃了一根 Poke，就是在小爱和小鹏他们两个那个仰卧起坐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吃 Poke。哦，你们说的是我那个，我壁咚的时候很帅是吗？不好意思，突然肌肉猛男突然暴露了。我撩别的妹妹，我没撩啊，我只是完成任务。是不是很帅？我也觉得我那时候老帅了。不是，你们难过啥呀？对啊，我从来不戴美瞳的呀，你居然不信。你们可以把我对面的人想象成是你们自己。我也觉得我老帅了，我可以在直播当中上演一个壁咚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女人。
好神经病啊，好中二，我不行了，太搞笑了。戴个墨镜，戴个墨镜好社会呀、啊。明明是要霸道总裁的那种感觉，你戴个墨镜，感觉像是大哥大。不是，我今天打扮的这么可爱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男人？我今天是小可爱，对，我要可爱一点。对啊，戴个墨镜，那岂不是就是保护费？保护费交一下。我现在要去找个墨镜。我要收你们的保护费。这位小姐，这位帅哥，保护费交一下。怎么没人交保护费？太过分了！谢谢这个晚一秒河粉，非常自觉的送上了暖暖。谢谢 Coco 爱喝海带汤，送了暖暖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大哥了。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们了。嗯，这是什么梗？3D 是什么梗？啊，猪八戒呀！不对呀，猪八戒不是二师兄吗？对，3D 是张飞。跟着你们大哥混，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这个墨镜应该这样戴。什么叫现在也没有戴美瞳？我从来不戴美瞳的，我从来没戴过美瞳。你说呢？我这天生自带美瞳，
我现在也没有戴假发，对，我现在头发全是假的，全是假的，可结实了，拽都拽不下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假发质量杠杠的。求链接，就是这个链接就在你自己的脑袋上。求美瞳链接，那我建议您这边儿，重生一下。啊，你们是怎么对着一个戴蝴蝶结、穿着可爱衣服的萌妹子说出这话的？现在穿上黑西服、白衬衫，戴着墨镜，简直绝了！我也现在不但没有黑西服，也没有白衬衫，只有个墨镜。我有时尚格子裤，我这格子裤我真的要给你们每个人都推荐一下，这个格子裤真的好穿呀，就随便搭配什么还好搭配，给你们看看。哎呀，我这老腿一搬不上来了，你看这格子裤真的不错，特别舒服，而且就是，你可以。你可以冬天到夏天都可以穿，因为它是纯棉的，冬天到夏天都可以穿。你冬天呢里面套一个秋裤就可以了，夏天呢你就直接这样穿，然后穿一个大的 T 恤或者是短的 T 恤，春天的时候可以穿个卫衣，就很好看，很时尚，绝了。这男的也可以穿格子裤呀，就是你换个颜色，你可以换一个蓝色的格子裤。反正也有蓝色的，或者黑色的格子裤，都可以。如果你不介意，你也可以穿红色的，还有粉色的。对，那就男的穿粉色的吧。这裤子有好多颜色，但是有几个格子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数不清。特别特别的舒服。可以从春天穿到冬天，别提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穿过粉色的衣服了，好像是的，以前特别喜欢粉色的衣服。现在这个年龄比较喜欢酷一点的吧。小的时候喜欢粉色，现在喜欢酷一点，或者是其他鲜艳一点的颜色。现在都是紫色，对，现在都是红色或者紫色，寓意着大红大紫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我今天穿的这个是红色的，然后前两天穿的是那个紫色的。不错吧，然后还喜欢蓝色，因为蓝色是 S 队的应援色，对。而且最近老是那个啥，最近老是啥呀？哎，对，最近很那个什么，我刚说完我喜欢蓝色。我拍了红绿合照，我明天再发。我今天都已经发过了。我刚才想说啥来着？哦，我想说最近很流行蓝色，好像，还有绿色也挺流行的。
哎，反正现在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，你穿什么颜色也没有流不流行这一说，你穿成什么样子也不会有人觉得你奇怪。我想了想，我好像各种颜色的衣服都有。哦，我没有黄色的衣服。对，我没有黄色的衣服，但是我蓝的、紫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白的、黑的，灰色好像也没有，但基本上那种除了黄色，橘色我也有，除了黄色的衣服，其他颜色都有。天呐！黄色，现在黄色的衣服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好看的，没见过好看的。今天那个赵天阳就穿了一身绿色的，就很春天，真的很好看。谢谢巧克力。让我寻找一下黄色的衣服有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买一件，然后就集齐了各种彩虹色，都集齐了。哦，我是有一件黄绿色的，但那个还是比较像绿色，不是黄色的。嗯，我怎么还戴着这个墨镜？太傻了，我把包装袋拿身上比一比，看一下。哎，还不错，这是非常有营养的五谷粉，感觉还不错啊。嗯，黄色很显白，那要那种嫩黄色，就是很亮的黄色。但是，我还真没见过什么黄色的衣服。哦，不过今年可能流行色会是黄色，因为之前是一个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走红毯的时候，很多明星不是都穿了黄色的衣服吗？嗯，应该比皮卡丘那种再稍微的淡一点，嫩一点。哦，黄色衣服我穿过呀，就是我们去年穿过一次，去年总选的时候拍了一套。是总选的时候拍的吧？总选之前拍了一套黄色的生写，你们可以去看，黄色的真的蛮不错的，蛮漂亮的。嗯，淡黄的短裙。但是我觉得我穿的那套还挺好看的。可能因为去年有那个什么淡黄的长裙那个梗，然后我们公司就可能就搞了淡黄的裙子。那裙子有点复古，因为去年好像很流行那种什么娃娃领、泡泡袖。当时他搞一个黄色格子的，就有点太复古了。他如果是全都是黄的，或者是黄白相间，嗯，领子是白的，然后下面裙子是纯黄色的，应该也还挺好看的。再搞个腰带啥的，
但它那个是黄色格子的，就有点太像是上个世纪的那种感觉。我今天不是说那个 MC 话题，说的是你觉得最时尚的城市是哪个城市？其实我也没去过几个城市，但是上海真的还是挺时尚的。你到市中心的话，感觉有很多人都很会打扮。石家庄那必须时尚呀，石家庄那可是国际庄，这么高扬的一个名字。然后还有成都，我没怎么去过成都，但是听说成都的美女很多，而且我经常看到推送的那些什么新闻呀、什么微博啥的，什么成都街拍。就看到很多美女穿得很时尚，很好看。所以成都的街拍都是在那个太古里吗？我突然想到了，我有一次，在那个就上海是哪里来着？就久光百货那边吧。我在那边路上走着，然后有一个摄影师。就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专业摄影师，就拿着那个大相机，就冲我跑过来，跟我说：“啊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我可以拍你吗？然后什么，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弄那个街拍啥的。”然后我拒绝了他，我说不可以，我就直接跟他说不可以，然后他就非常沮丧，因为我觉得我那天穿的太丑了，而且我觉得这种拍，只有我的粉丝可以拍我。然后他还跟到我后面说，哦，什么？还说什么？什么？感觉你很好看，什么？就拍两张你的图可以吗？然后我就没有理他。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可以。然后他就走了。吓死我就跟他，对，可以这样说。就很凡尔赛的，啊，我知道我很好看，但是不可以，我感觉会被人打死。我这个时候就应该跟他说，想拍我的话，那你就要，我这时候就应该这么跟他说，你要是想拍我的话，咱们不在这条街上拍，你可以在嘉兴路267号星梦剧院门口拍，并且发到帅聪超话里，谢谢。应该这样跟他说。对啊，我们那边那条街也是街拍，而且非常的与众不同，很好看，拍出来的很好看。然后让他，然后你要想拍我的动图的话，那你或者是拍视频的话，那你就欢迎你来到嘉兴267号星梦剧院，然后你要在 SG48 的官网上切票，切到票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就可以拍了。对，让他买公演摄影位，以后就这样子，如果有人再这样跟我说的话。我可真是48号员工。
必须的，金牌销售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之前我那个舍友，我有个舍友，他跟我一块吃饭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可以拥有你们团成员的签名吗？我说不可以，我跟他说不可以，我说你可以去买那个签名券或者握手券，他说啊，他说啊，我都不可以有吗？我说对，不可以。他就说那我拿你的作业，然后我拿你的，我要从你的作业上扯下来几页纸，哎，我说你扯我的那你就扯吧，但是其他成员的你只能去，自己买歌词本，买那个签名券，我可真是四八好员工。我可能一会儿就下播了吧。因为现在都12点半了，我明天要稍微早点起来，因为甜甜要来我家吃火锅，我得早点把菜啥的点了，然后摆好，对，我要做一个家庭主妇，家庭主妇。啥？我要去买菜，不，我才不出门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我们是吃午饭好吗？不是吃早饭，早饭就吃火锅，这也太丰盛了。没办法。为什么午饭吃火锅呢？因为吃完火锅就出去逛街，逛完街之后继续吃晚饭。因为田书记他不是要去拔牙嘛，然后他拔了牙之后，他可能就吃不了啥东西了，所以他就想着在他拔牙之前要大吃特吃，使劲吃。所以我们就决定了从明天中午就开始好好吃，然后一直吃到晚上，然后第二天他就去拔牙。对，这是拔牙前的放纵。虽然我不用拔牙，但是我每天都想吃，所以。不错不错，很开心。没事儿，甜甜跟着我混的话，他肯定就是可以把胃吃大一点。就麻辣和猪肚鸡啊。因为它是鸳鸯锅嘛，然后就可以点两个味道的。我可是抠子哥，在社会队待了那么多年，那必须的，饭量杠杠的。买啥素菜？
得买个菠菜吧，因为他不是很喜欢吃菠菜嘛。然后再，反正得多搞几个素菜。虽然我不喜欢吃，但是田树立这个人太健康了，他喜欢吃菜，我不喜欢吃菜，他喜欢吃蔬菜。但是他也喜欢吃肉，但我只喜欢吃肉。哦，你别跟我说那个沙拉了，那个沙拉是我们班同学推荐给我的。他们有一段时间可能减肥吧，然后天天就在吃沙拉。我看着那个沙拉挺丰盛的，我就说这个看着不错呀。然后他们说啊，我跟你说这哪哪一家的沙拉特别好吃，然后就吃了之后特别有饱腹感，还不长胖啥啥的。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好吃俩字了。然后过了几天我也点了那个沙拉，然后我就，唉，哪里好吃了？真是气晕了，对，我听到好吃俩字了，因为他们跟我说的可夸张了，超级好吃啊，就这种，我就想着一个沙拉能有多好吃呢，我一定要尝一尝，然后我就去点了，然后我就想着就那些菜叶子，然后有几块鸡胸肉，唉，这能有啥好吃的呢？我吃完了之后真的。非常的失望，最后剩下了一堆菠菜，然后我们班有个同学看见我剩下了一堆菠菜，还有一堆菜叶子，他过来跟我说，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吃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要多吃点蔬菜，然后这样子的话对肠胃好，对皮肤也好，然后我说我已经吃了很多了，我实在吃不下去了，然后。他就说，他就开始给我推荐那个蔬菜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开始在某宝上面，就找他买过的那个蔬菜粉，就给我推荐。就说你平时喝酸奶的时候，往里面加点那个蔬菜粉，都是磨成粉的，然后又好喝又健康。我听到蔬菜粉，我整个人惊了。我想着这蔬菜还能磨成粉呢，唉。我真的，我就说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想买这个东西，我跟思思说我要减肥，她肯定打死我。谢谢一个白嫖的聚聚，我有送了暖暖。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呀，啊，就是去年5、6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不是参加了那个叫啥来着？是什么来着？那是什么？就是跳那个舞蹈，哎呀，那个舞蹈叫啥我也忘了。完了，脑子不好，记不起来了。啊，跳那个没有明天，和温温一起跳那个没有明天，也穿着一个红色的衣服，露腰的，然后短裤，就那个我跳那个舞蹈嘛。然后当时不是我发了微博，发了一些图片嘛。然后后面大家就给我洗出来，把那些图片洗出来了。我那天正好那天晚上握手会吧，然后有粉丝把那个照片给我了，然后那天小爱和思思他们两个也在，然后我就给他们看了那个照片，让他们看了就是你们做的那个照片集，我就给他们看了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从我那个照片集里面抽出来两张图片，抽出来两张照片，然后说我要贴在我的衣柜上，说我要贴在衣柜上，每天警示自己减肥。然后小爱抽了一张红色的那张，我就问小爱，
我说你把这贴在衣柜上，你半夜起来不会被吓到吗？然后后边过了几天，我去小爱房间，我一看他真的把那张照片贴在那个柜子上，我笑晕了。就很搞笑。我记得之前有一次，我是夏天的时候，我在小爱房间和他一起睡觉，那个时候在小爱房间和他一块睡觉，他好像晚上不开空调，我不太记得，然后我感觉我都快要被热死了，然后我忘了我俩是谁，还掉到床底下去，我忘了是谁了，然后睡着睡着发现自己在床下面。哈哈哈，哦，不对，我忘了，哦，好像是小爱还是什么，但我只记得那次大半夜的，小爱在那边点外卖，在那吃外卖，然后我就后面我突就是那种迷迷糊糊的看到他在那吃外卖，我还以为天亮了，然后结果是大半夜的他在那吃外卖。然后他还问我吃不吃，然后我当时就迷迷糊糊的，然后我就没理他，继续睡觉。他一个人在那吃外卖，哎呀，太搞笑了。对，还有之前就是跟他一块儿就出外务啥的，不是也有的时候会和他一起住吗？他也是大半夜在点外卖，然后我都睡着了。我跟他说那个外卖到了，你叫醒我，然后他就叫不醒我。对，真的叫不醒我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太困了。但是我闻到那个味儿了，我闻到那个香味儿，然后其实我就这样子，我不是在床上躺着嘛，然后我闻到那个香味儿之后，我其实是这样子起来了，然后我就看着小孩在那吃东西，然后我又倒下去就是我有一瞬间的冲动是想要过去吃的，但是不行，就是还是倒下去了。然后小爱他叫人起床特别的温柔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这样匆匆起来啦，我感觉是在催眠，不是在叫我起床。然后我就听那个声音，我就越睡越香，越睡越香。哎呀，太搞笑了，太温柔了，主要是。然后之前出来，我和云姐也爱吃，我就发现了，我们都很爱吃。然后和云姐一块住的时候，真的是从早上起来吃到晚上睡觉之前一直在吃，真的是绝了。就我和云姐有一次，好像是去河南出外务，我们大晚上在点海底捞，点到那个房间里面吃，点了好多。然后两个人在那吃海底捞，好爽。然后之前和云姐在那个在广州出外务的时候也是，因为我们那个酒店旁边有一条小吃街，全是卖吃的的，反正我们就逛那条街就够了，顶多再点远一点地方的外卖。然后那条街上面，从街头买到街尾。然后就带回去吃，太开心了。是的，我一说吃的，我眼睛都亮了。我觉得必须要吃好。
没有，脖子还是很疼的。哎呀，哎，感觉又该去做按摩了。咦，你发的这个手，像个鸡爪似的，这样子。我这老是难受，我今天晕车了，我感觉是因为我肩颈不舒服才晕车的，我就肩颈不舒服，然后头就晕，头晕了之后就胃也不舒服。然后，那个车今天好像太堵了，那个车就是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，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我整个人就真的很崩溃，我都想跳车了，我就特别想，而且今天太闷了，今天天气好闷呢，我就特别想那个，就是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吸一下氧气，我们那个车里面闷死了。车打不开窗户呀！啊，你们用螃蟹给我捏，太过分了！嗯，电疗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有的时候就特别想被按，就是脖子这个地方，就特别想找个人给我使劲按一按，真的。现在自己按一按就觉得好很多了。现在感觉好一些嘞，我感觉他这个，他这脖子和肩颈就是欠揍。就得给他揉捏打，真的是无语了，不然他就老是难受不听话。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，我去。之前去扎针灸啥的，那里面都是什么，都是70老80的老头老太太，而我一个年轻人在那儿。我一个年轻人在那块儿，那些老头老太太就用非常神奇的眼光看着我。然后我也不能怎么着，我就也不敢看他们，怕他们一直跟我唠嗑，问我咋了，然后又开始说，怎么年轻人怎么这么不爱惜身体啥啥的，开始唠起来就没完没了了，所以我也不敢看他们，我也不敢说什么，我就乖乖坐着，接受他们的审视。有一些很热心的，什么
阿姨、奶奶、叔叔、爷爷的，他们有的时候就看你小孩嘛，就想关心关心你，啊，你怎么了？身体怎么了？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嗯，哎呀，现在年轻人这身体都这么差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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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怎么卡住了呢？不是，怎么突然在那夸我好看？怎么又有新的图了吗？那你们什么时候发出来给我瞅瞅？我想看。为什么你们表情包做的那么快，美图就做的那么慢？好过分！我们今天那个话题我真的特别想说，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说那个话题，就是说你身边损人，你身边的损人都有哪些？我第一个就要说你们太损了。你说你们说的那个，你们喊的那个 call，打的那个 call。前面说的老好了，我笑的都笑开花了。后面突然给我来一句：“你眼睛那么大，是用智商换的吗你们说点好听话是能缺胳膊少腿啊，非要这样说，然后还天天给我发一堆奇奇怪怪的表情包。你说我在舞台上。那么好看，那么美，你们非要给它搞成表情包，我不喜欢。你们谁都逃不过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，好吗？上次 MC1 是什么？哪一次的 MC1 呀？我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说吗？什么？我喜欢的女生的两个特点。喜欢的女生。那两个特点，那怎么够呢？那不是得有很多很多吗？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，这种东西哪来什么标准？就
就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的话，他可能没有那些特点你也喜欢呀，就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特点。我本来就对这方面啥的，我真的没啥标准，也没有想过。对，喜欢没有标准，也没有限制，就真的是凭感觉吧，就是凭感觉。他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标准？就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气场很合，或者是磁场很合，或者是接触久了之后觉得，很好啊什么的。我觉得这个要么就是凭第一感觉，要么就是接触久了之后，然后，觉得很投缘。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标准。那你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，不能光我说，你们的标准是啥？我无语了，投缘，你们这谐音梗，这谐音梗太过分了，王建国听了都要生气了。你们的标准，女的叫邵雪聪，好吧。其实我知道你们的标准是我了，但是你们要，我的意思是你们要说出来我的优点，对。你们说的是优点吗？请问，你们太损了。什么能吃、笨笨的、智商换的、傻。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是脾气好。真的，你们现在没被我踢出去，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优点了。你就你们前面说的那些，我的脾气真的算好的了。你看你们每天那么过分，天天气我，然后，给我做那么一堆表情包，然后很损，然后天天怼我，我也没怎么样你们。对，还给我起外号，然后还天天搞一堆谐音梗，然后还天天拿我的表情包在那儿，天天乐乐呵呵的，唉。什么？你才暗自窃喜呢？你每次做完表情包，是不是都暗自窃喜？嘻嘻嘻，我又可以气邵雪聪了 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想的？太过分了！哈哈哈，又可以看到邵雪聪生气了，又可以给邵雪聪截生气的表情包了。你说吧，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？我没说错吧？所以我哪里傻了？我一点都不傻。你们那点小心思，已经被我发现了。
所以你们还真的给我起名了？你们起啥了？你们真的要对我负责？我真的，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，你们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。真的，我现在这个，真的，我前面在剧场直播的时候，我已经被你们搞得无语到咽不下鸡腿了，我当时真的难以下咽，唉，然后现在又被你们搞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下次真的，下次被你们搞得就要喷老血了，一口老血喷出来。不是你这个，你们这表情包这么早这么快就换上了，你们这头像太过分了吧！哎，你们真的做表情包这个速度真的快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然后每次发我点儿啥正常的图的时候都磨磨唧唧半天发不出来，发表情包发的老快了。你们说吧，怎么回事儿？第一次做表情包，我看你挺有经验的呀，第一次做表情包这么快就做出来了，你还紧张呢？也没看到你紧张呀。我竟无言以对，美丽的东西值得等待。天呐，那我以后就可以让你们等两个礼拜我再直播。因为美丽的东西总是要留到最后。美丽的东西值得等待。不是，你们干嘛呢？我在跟你们学呢。谢谢星多多为我送了大饼，啊呜！哎，我都好久没有见过大饼。这个大饼的特效做的还没有叶蝶的时间长。嗯，我前面看到了有几个粉丝在我的超话里面发了美图，真的就应该这个样子。没有，超话没有表情包，超话都是，都是美图，哪来的表情包啊？你们怎么还安利呢？你们怎么还？你们就得跟我对着干，你们就是要跟我对着干是吧？我从来没有这么不想让人进我的 QQ 群。我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，我真的不想让任何粉丝进到我的 QQ 群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我为什么还要进群还要交300块？为什么？你们看这个群多坑人啊！进群还要交300块，千万不要进，真的不要进。
这300块就能成为高级会员，一看就不靠谱，所以不要进这个群。好过分！你们在群里面干什么？见不得人的勾当呢？啊 之前还有粉丝让我跟群友说话，就是握手会的时候，然后让我跟大家打招呼啥的，我居然那么乖就跟你们打招呼了，我不是应该怒吼吗？我不是应该就是骂人吗？我为什么还在那边跟你们那么甜的打招呼？不行，我下一次一定，下次你们要是再敢来跟我说什么，哎呀，群友们都想你了，你跟群友们说几句话吧，我肯定不会说那么好听的话的。我要大吼大叫。因为你们真的太过分了，你们的群哪里叫应援群啊？你们的群叫帅聪表情包交流大会。还想让我在群里喊老婆？什么？你们居然还要把群名给我改了？我现在真的握紧了拳头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跟你们说。你们给我等着。不能生气。不生气。没事，我不生气，我很开心。我真的很生气，什么玩意儿啊，
太过分了。我竟不知道是我是在哭还是在笑，唉。是什么让我大半夜的？你们根本就不懂我刚才的心情。啊，居然还有人说我开心。太难受了。反正你们只要知道你们很过分，你们真的很过分。过分了，我感觉你们每天都在欺负我。为什么别人加我的应援群，我会这么的难过？你们的快乐与我无关。我现在全身都在抖，我真的被你们气了。没有，你们的快乐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们自己快乐就行了。不用管我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不用管我，真的不要管我，你们也没管过我，说实话。所以你们以后就不要把你们的快乐发给我看了，你们自己快乐就行了，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样子的话，我也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继续快乐你们自己的，然后我自己继续当个傻子，啥也不知道，挺好的。还想着翻牌给我发图片，以后谁要是再给我发表情包，请先给我发个用爱发电，谢谢。对，以后那个给我发表情包的粉丝，请自觉一点。但凡让我看到我的表情包，那你那个啥，用爱发电自觉一点。
好嚣张啊，真的好嚣张啊，我要吐血了，我先去吐个血啊。我真的要吐血了，我要吃东西了，我不想跟你们说话了，我不想理你们了。我吃了巧克力想哭呢。你们为什么还在这气我呢？简直了，我怀疑你们全都是直男癌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唉，喝点热水，你自己喝去吧，你喝点那个沸水更好喝。你们确定你们有在哄我吗？你确定你们在哄我吗？原来这就是少野聪的粉丝啊。好吧，你们下次不要来找我安慰，不要让我安慰你们，说什么让我给你们发糖啥的，我下次给你们发点岩浆，再发点芥末，再搞点辣椒，然后再搞点什么呀，还有什么呀，再搞点什么黑蒜。可以就这样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突然感觉很开心，因为你们天天欺负我，怎么了？你们天天怼我，天天搞我，我还不能搞你们呢。你们看看你们安慰人什么的，喝岩浆，喝烫水，还说什么，说我看上去很开心，我哪里开心了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就给你们发那个，我大夏天的给你们发岩浆，然后给你们发黑蒜，没有，我跟你们学的呀。你们凭什么说我坏？我都没有说你们坏，你们说我。真是太过分了。
们什么时候认了？我什么时候说你们坏了？你们什么时候认了？别张口就来好吗？过分，过分。以后握手会跟你们说没有什么巧克力，什么棒棒糖啥的，就什么芥末、黑蒜，还有那个特别臭的那个鱼罐头，就这些东西。没事儿，为了你们下点重本，不算什么的。对啊，你看我对你们多好。不给我吃就不给我吃，我自己吃，我自己买着吃。我明天买10盘牛肉，哼。那罐头200多一罐，这么贵呀？那我还是买一罐吧，然后你们分着吃。这种东西你们吃一罐也太浪费了，因为你们吃一罐大概吐出去半罐，多浪费啊，就每人一口就够了。大家一起吃才香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有道理？还把它放火锅里，不是这么美味的东西，就应该让它单独的分享，不是把它放在那个火锅里面给它串了味儿，那就不好了。那必须得就是直接吃。去不了现场的那就由你们电卧的，就帮你们电卧的那位人代吃就可以了。这个办法是不是很好？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帮你们带的。呵呵呵。对，你们赶快找他要糖呀！上次握手会那个糖，你们拿到了吗？还有巧克力啥的。别到时候都化掉了，啊，都被你吃完了，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你这叫贪污！啊，你什么都没有拿到吗？那下次握手会再来拿吧。哎呦，少爷聪为什么那么可爱？因为它天生的呀。我都不需要吃可爱多，我小时候就没吃过可爱多，我就长大了，我还是那么可爱。我不吃可爱多，因为我是天生的，我不需要吃这些东西让自己变可爱。
兔可爱多，怎么有点可爱呢？这个行为，哎呀，一不小心把可爱吐出来了。吐出来的怨气和愤怒，你们又想在那给我做表情包了？看来我以后还是不要搞什么奇怪的表情了，我就面无表情的跟你们讲话，让你们截不出来表情包。我前面不是说了吗？以后再让我看到我的表情包，就请你用爱发电。什么拒绝？你们居然敢拒绝抠子哥？谢谢元宝，谢谢奶茶。哦，居然有海外新粉丝第一次去剧场看我，是上周四吗？上周四吗？就是于正给我起的名字，我现在也算是个前辈了。我叫抠子哥不行吗？不能拽一点吗？于正他叫正子哥，怎么现在都没人叫他正子哥了？但一堆人叫我抠子哥，怎么回事？哦，25号的时候来的，那就是前两天嘛。哦，你都没有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，居然来看我了。哈哈，人在江湖。你这个谐音梗，王建国看了都要打你。嗯，你可以发口袋，我就能看到。你可以在口袋房间里面跟我说，
我就知道了。现在已经是凌晨了，大半夜了，我居然这么的有精神，可能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睡得早，然后今天起得晚，就是睡了个大懒觉，所以到现在精力都很充沛。那你们呢？我看你们好像都困了呀。没关系，我明天肯定会起很早的，因为有美女要来我家做客，我当然要起早一点，精致的打扮一下，收拾一下。哪个美女？反正是个大美女。没事，不知道的没关系，不知道的你迟早也会知道。是的，你暴露了自己没看公演。居然还有人问我和甜甜，问我觉得我和甜甜谁漂亮？唉。这种东西怎么能拿来比较呢？什么？我承认自己是贝贝？没有，不存在的。你说的这是什么？什么叫一个野一个呆？是什么？你在说我呆吗？太过分了。合着我在你们心中就是个呆子。我又被气得吐血了，我真的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我要关直播了。谢谢星多多的夜蝶，我真的要关直播了。我怀疑你们这群粉丝，就是觉得我傻。我在你们心中肯定就是个傻子。唉，我好难过呀。原来我的偶像魅力就是呆、傻、憨。气死了。
原来我的偶像魅力就是漂亮的傻子，漂亮的呆呆，漂亮的憨憨。谢谢拼多多为我送了夜蝶。我明明很聪明的，好吧？气死了！我那么聪明，我咋觉得你们说的那么不情愿呢？我要是不聪明的话，我能 学几个月就考500多分吗？学了一个月，我考500多分。你们说我傻子，你们要是一个月考不了500多分，那你们就是大傻子。你就承认吧，你们是大傻子。哼。哼，而且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，每年都是三好学生。你们见过傻子拿三好学生的吗？关直播了，再见。保持微笑。拜拜，关了。气晕了，我真的。我关了直播，估计就直接晕倒在地上了，因为我被你们气晕了。再见吧。